bottom line 底线结论本质 bottom line 这个词呢是从啊会计那儿引申来的，那有一个会计表格，那最下边一行是什么？那就是 bottom line， 就是底线，它给出的是结论，所以这个词引申为结论和本质。那举个例子 ，the bottom line is the corporation must make profit， 底线是一个企业必须能够产生利润。